那在这里呢，给大家说一个事，就是很多花友买了老花艺的花，说收到不好，然后呢就到处跑去骂。这个你骂解解气就完了，但是咱们问题要解决。就是如果说大家收到的花，你比方说断了，或者说坏了，或者说嘎了，这个你要联系我们家客服，该给您补发给您补发，你该骂的骂，该解气的解气，对吧？解决问题呢，咱们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来。有的花友呢，老花友我怎么找客服啊？有时候给你私信找不着这了那的。你只要是能跟我聊上天，你在评论区也好，在私信也好，在我们家店铺也好，都可以找到的。老花友不会跑，做买卖嘛，重要的就是诚信。老花友今年都第九年了，咱不可能说是因为一盆两盆花就让你不高兴了，你就怎么地了。所以说要 get 这个点。还有一个事呢，就是我们新搬过来这边，很多打包的姐姐呢，她们手很生，不熟练。啊，也是我们管理上的问题，这个不能甩锅，这个跟您没有任何关系，您没有少花钱，对吧？收到不好，及时联系客服，该补的补，该打的打，该骂的骂。谢谢花友们的支持啊，爱你，么么哒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